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Munchy Madness。今天我要吃一整只烤肥鸡，还有鸡肉串、猪肉串，但是那两个还在烤，所以我就先吃这个烤鸡吧。然后，先吃着，然后等吃到快吃完的时候，那边那个烤串也刚好烤好，就可以再端过来一起吃。然后配的是椰子水，这个呢是我看了那个也是小哥那个谁让你吃一只鸡呢？我看他吃了一整只。那个焖鸡，我就哇，好馋啊！看起来好好吃，我自己也要试一下。看，哇，不是我自己烤的，哎，太幸福了！一整只鸡没有人跟我抢，它刚烤出来特别嫩，入味然后又汁水又特别多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吃吧，我好饿了。哦，蜂面，这样子怎么样？这个当封面。先吃鸡翅好了。哇，天哪！一坠子坠下来，这个肉好软哦，我怕它低啊。吃离你们近的这只鸡腿吧，哇，哇，好大一只腿，我吃了，鸡入味又嫩。好开心啊！这皮好吃，
看这个肉，嫩嫩的。地卷下来一块皮，想吃另一只腿。哦啊！每次都炸我一脸。哦，这个肉，天哪，好香啊！
这个皮和肉一起。然后像紫菜包饭一样。拿过来了，老干妈。放到这个，我用拌的鸡肉吃。啊，香啊！还是上手好了。要加红油，哎呦，好累啊！
靠飞机吃完了。我能说我嚼的腮帮子疼吗？下巴快脱臼了。好了，可以把那个烤串拿出来吃了。烤串，我感觉我烤的太久了，应该会有点干。哎呦，啦，这个是鸡肉串和猪肉串，但是因为这个烤架只有一个，就架了4个鸡肉串，然后这边放了猪肉串，但是这个证明了烤串这东西一定要拿个烤架。你看这个都粘在上面了。这个是鸡肉串，这个是猪肉串。开吃吧，先吃猪肉串，我一串一串的吃。这个粘上去了，上手，不错。这个烤串是我在中国超市买的半成品，它已经腌好的，就直接解冻了，然后放在烤箱里烤就是了。味道真不错。吃了三串，两串烤鸡串，一串烤猪肉串。我觉得这四串今天我就不吃了，因为腮帮子实在是太疼了，里面牙疼，外面咬肌疼，我简直吃不下去了，好疼啊！因为我的智齿长得是歪的嘛，就特别疼，牙不能用劲儿嘛。你可以看到前面很多时候我是这么吃的。那是因为我在用门牙咀嚼，用门牙来咬，就不是蛀牙的那种疼，反正疼。希望大家谅解了，因为我好久都没有剩饭了，但是今天这个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正好赶在现在要看牙医的时段。我还不知道我这次看牙，他们是真要直接给我拔那个智齿，还是就是帮我检查一下。我希望他们这次就拔，我真的不想再，我真的不想再等了。早拔早好，没有吃完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尽力了，结束了，今天不好意思说结束语了，祝我拔牙顺利吧，行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